其实没有办法说太多话，对，因为很悲伤、很难过，然后就我有骂他，对，我说你到底在干嘛？我跟他相处的时间蛮长的，尤其一起工作，他是一个很啰嗦的人，很喜欢讲很多的大道理，但这些道理都化作是无尽的思念。他给我的感觉是一个他非常的真，然后又简单的一个，算是一个演艺圈的前辈。其实没有办法说太多话，对，因为很悲伤、很难过，然后就我有骂他，对，我说你到底在干嘛？怎么会这样？那接下来就一阵啜泣吧，对，然后就跟他说一路好走，对，然后黄生，我跟他相处的时间蛮长的，尤其一起工作，他是一个很啰嗦的人，很喜欢讲很多的大道理，但这些道理都化作是无尽的思念。